最起码在三年内我们要做100所小学的一个为爱上色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目标，用过颜色色彩带给偏远山区希望小学一个希望，让世界瞧瞧中国颜色，可以看到整个的中国，哎，到处偏远地方也点亮了，色彩丰富些了。当初琢磨这个活动是2009年，在所谓的经济危机的时候，所以希望透过这抛砖引玉，能够让大家在一个经济不好的一个年代，共同参与一个公益活动。那我们很高兴能够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地方公司一起合作，啊，用我们有限的资源，啊，为偏远地区的小朋友们做一点事情，啊，帮助他们不但改善他们在学校的教学环境，他们成长的环境，啊，更希望呢，透过我们的努力呢，能够让小朋友的人格发展也好，他的学习能力的成长能够得到提升。假设我们的小孩是在比较偏远的地区，生活的环境很艰苦，啊，教学的资源非常有限，那你今天你做父母的你会怎么做？你会尽一切能力来帮助他们。校园啊，都说啊，我们的校园怎么这么漂亮了？哦，但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高兴的。好呗，有这么个好校，哎，这个叫咱们高兴不行，小点知识，小点材料，哎，人缘好。早晨的学校是什么？这会儿的学校是什么？好的多了呗，有个好高失望吧。我想为爱上是为爱上，只是透过一个爱，是一个很无形的一个字眼，是用上色这个活动而变成有形的，看到用过颜色色彩带给偏远山区希望小学一个希望，把用无形跟实质的部分能够结合在一起，带来当地看到那么多小朋友欢乐的眼神，对于未来充满的希望渴望。
遍吗？刚刚就跟小朋友接触，就发现这边小朋友特别活泼，然后他们会拉着你说，哎，我们来跟你玩一个什么什么游戏，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就觉得哎特别开心，然后感觉自己一下都少了好多。从网上了解到的，我们想从亲身经历下来了解他们现实当中到底是怎么样子，然后我们想呼吁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些小朋友，做我们的一所能及的事情。也许过几年后，他们长大之后，他们回过头看，哦，当年的夏令营。在邮批大哥哥跟我们做实验讲课，我觉得对他们，也许对某些小朋友会触动他们的某些想法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有意义的，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。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，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。这两年来为爱上色的小学大概已经拍摄过了二三十所吧。其实每到一所学校，内心里面最想的就是帮这些孩子们留下一张照片。那帮他们拍独照的时候，那种互动的感觉，还有他们看到自己的样子，那种快乐跟那种兴奋的那种氛围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一趟路这么远到这个小学里面来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就送给你们，送给你们做纪念啊！就要送回老家了。我在班上有时候得第一名，有时候得最后一名。我爸爸一大早五点半就去上班了，他上的是木工班，每天晚上八点钟了才回来。Woo!
回到这边来看一下学生，需要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哪些事情，会给到他们就是切实需要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啊，给他们带来了一些书籍嘛，啊，比如书籍啊，啊，这个乒乓球啊，啊，这些羽毛球啊，这个篮球啊，这些之类的，对他们学习有帮助的东西。觉得我们是给他们带来快乐，带来一些帮助。其实我觉得他们给我带来的快乐更多，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包括那些淳朴。他在下海啊，抖擞呀、啊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通过他们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帮助的话，那么这一份爱可以延续下去。对，我记得好像听到过一句话，这样就说每个人都很微小嘛，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带来改变。那魏一班长，你看到我吗？魏一班吗？那我们其实在今年有一个爱心强化组，就是上海渐冻人基金会，他们其实就特别提出了，他们可能在身体上面行动上面都不是非常方便的，那可是他们其实小朋友，他们还是就是渐冻儿的小朋友，他们还是拿起笔帮希望工程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希望小学的小朋友去画强化。所以这个强化其实是我觉得它是爱心叠爱心的一个作品。我想祝他早日康复，和我一起做朋友。渐冻孩子天天快乐开心。小朋友们，相信你们都已经把爱心祝福已经寄到气球上，让我们一起放飞手中的气球，一起来说为爱上色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。某个农村的学校做出一点贡献，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些大公司来帮助我们学校，我深受感动，所以我也想长大帮助一些人。早上一进门的时候，看到这些小孩子拿着鲜花欢迎我们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。然后他们纯真的眼神打动了我，我就觉得他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真的很不容易，所以更需要我们更多的人来帮助他们。
外上社在这两年来，我们累积了在第一个在网络的浏览人数已经超过3.5亿了。那三年来，我一直谈说，我们所有的活动是让网友一起来参与，设计师参与创作了所有的爱心的强化，已经超过了19600幅，这都是志愿者的无私的奉献。那更有参与我们的影像团队超过125支团队，那参与的志愿者有2500名。参与的过程中，让我们最直接感受到的是施比受有福。大声点 ！This is great. Very good. 非常棒。白白的，现在有红色啊、蓝啊、绿的，有那些燕子啊，形状。哪里有燕子啊？我喜欢这种颜色，都喜欢这种颜色。也不喜欢？也不喜欢啊。看起来非常舒服，很舒服。我觉得，希望，透过这个多方面的宣传这个事情，啊，能够让更多人愿意参与，啊，宣传不是宣传杜邦或立邦公司在赞助这个事情，而是说希望呢让大家了解有这个平台，你可以参与，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，你有钱出钱，你有时间多花点时间，啊，我相信，这个回报是不能够用任何的金钱物质来衡量的，啊，精神上的充实，啊。是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。你要赚钱就不能吝惜花钱，所以你就是要用钱去争取未来的这个效果。这个回报不是钱，这种满足感，这个是好事。